朋友，你可理解是什么感情驱使海外亲人为我们万里迢迢寄来的海报？你可知道，当我凝视着奥运会旗帜上象征五大洲团结和全世界运动员友谊的五个圆环，为什么心绪难平？这圆环多么像零的圈圈，而这每一个零对新旧中国来说都有着怎样的意义？难道是零的圆圈的循环往复，还是戏剧性的历史巧合？时光转了半个世纪的一大圈，时隔52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又将来到这圆形的洛杉矶运动场，参加第23届奥运会。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虽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他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从西半球来到东半球，第一次给中国人授勋。1983年9月16日，国家体委顾问荣高堂荣获环形银质勋章。透过这圆环，我看到了历史的轨迹和时代的印记。今天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由党的领导，全国人民非常的关心这个体育运动事业。现在大家关心这个体育运动的事业，运动员受的鼓舞，那大家都知道的。为了祖国的尊严、民族自尊心，去参加各项运动。我们的口号这个，走向世界，为国争光，振兴中华。从新中国和旧中国来对比，那旧中国那个时代可能出什么很优秀成绩。当时那个社会，这个统治阶级腐败，民不聊生的。岁月自然流逝，历史无法忘却。1932年的旧中国，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的大好河山，民族危难，家破人亡。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满政权满洲国，为了骗取世界各国的承认，趁机电告国际奥委会，拟派刘长春、于西卫二人为满洲国选手复赛。国民党竟默然无语。23岁的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曾获100米、200米、400米3项冠军，轰动全国体坛。他断然拒绝了日伪的威逼利诱，多么向往能为中华民族争口气呀。于西卫在大连被日本军警监视，未能脱身。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将军慷慨捐款，坚决支持刘长春和教练宋军富代表中国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田径赛，打破日伪的无稽宣传。民意不可辱，上海同胞热烈欢送刘长春，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天苍苍，海茫茫，刘长春只身远渡重洋，多么像《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单刀赴会。传经神户，日本记者登轮质问刘长春：“你代表满洲国？”刘长春愤然回答：“我是中国人，自然代表中国。”
就是这颗中国心，就是这颗高高昂起的头，中华民族绝不当亡国奴。请记住这令人痛心的历史场景吧。刘长春一人代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拥有4万5千万同胞的中国。刘长春孤军奋斗，在预赛中被淘汰，中国第一次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是零的记录。朋友，此时此刻你看到当时讥笑中国运动员是鸭蛋锦标的漫画，你是怎么想的呢？1936年，中国仍然战火蔓延，国家衰败，民不聊生。蒋介石政府为了讨好德国纳粹，派了一个较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也有自己的球王李惠堂。这是当年的国脚阵容。他叫李森，30年代我国著名的女子短跑冠军，因为他的名字里有四个木字，故被人称为四木小姐。著名的游泳健将杨秀琼被誉为美人鱼。衰败的国运，哪来发达的体运呢？我国选手只有福宝卢一人以3.80米的成绩通过了撑杆跳高预赛，其余项目和选手都在预赛中被淘汰了。总教练马约翰是我国著名的体育家。26岁的周瑜瑜是我国第一个竞走冠军。当时上海租界不准中国人到运动场训练，难道中国人永远居洋人之后，望尘莫及吗？民族的屈辱激起他不可遏制的奋进热情，他在马路上磨砺意志，苦练技术。这是他在上海万国竞走运动会上战胜外国选手勇夺冠军的情景。周瑜瑜激动地说，我今年76岁，于1936年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奥运会，当时26岁。现在我保持这张号布，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得不到好成绩，作为一个运动员，所以觉得终身遗憾。我们旧中国政府非常腐败，对于体育并不重视，也不支持，所以我们在这届奥运会上全部失败，吃了一个大鸭蛋。旧中国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又是零的记录，当时的报刊登出这幅画，背景站立的是中国运动员，身前是一个大鸭蛋，英文写着德国制造，发给中国的特奖是大鸭蛋。凡是有良知和血性的中国人，在这零蛋的面前怎不悲愤交集？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此时，中国的长夜已经破晓，蒋家王朝面临崩溃的前夕。旧中国第三次参加奥运会，这是当时选拔出来的篮球国手。中国足球队守门员张邦伦诉说往事。去英国伦敦参加第14届奥运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旧政府不给我们钱，我们呢，只能够提前呢去东南亚一带，一面踢球，一面买门票提成，这样子靠着自己两条腿，这样子像家务一样买你而去的。这样子在短短的2个半月里头，我们跑了10多个国家，踢了35场球，这样子差不多。每个天呢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这样子是我们的运动员呢伤好累累，
金碧丽人啊，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差不多几乎排不出真完整的一个成用来。这样子呢，所以初赛就淘汰了。后来要回国的时候，又没有路费了。那么我们呢，要几乎要回不到家乡啊，流浪在他乡啊，回不到祖国。这样子，幸亏有华侨们的帮助，下面我们才是回到了家。比赛结果名落孙山，再一次得到零分。当时上海的杂志登出这张漫画，骨瘦如柴的中国运动员托举着鸭蛋。朋友，让我们记住，旧中国三次参加奥运会都是零蛋的奇耻大辱。沉重的零蛋难道就能压断中国人的脊梁？失败的零分难道就能摧毁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吗？不，22岁的上海青年潘德明拍案而起，他决心靠徒步和骑自行车环游世界。他实践了自己的宣言，与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以天然与人事为我之教科书，以耳闻目见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以风霜雨雪炎荒烈日晨星夜月为我之奖励金。德明坚决的一往无前表现我国国民性于世界，使之我中国是向前进的，以谋世界上之荣光，必欲达到目的而无退志。潘德明只身一人，历时7年多，到东南亚、阿拉伯地区、非洲以及欧美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行程数万里。他置生死于度外，百折不回，这是中外体育史上罕见的一大壮举。他随身携带的名人刘墨吉，留下了土耳其凯莫尔将军、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希腊首相维尼奇罗斯、美国总统罗斯福、印度圣雄甘地、印度使者泰戈尔等100多位名人的签字和相片。这是他步行在洛杉矶的街头。当他到达希腊古都雅典，痛惜中国只有一人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而且是得到零分的败绩时，愤然在奥林匹亚广场遗址的柱子上贴上一张纸，写着中国人潘德明步行到此。他强烈地表达出中国人一定要走向世界的决心。外国报纸纷纷撰文记述潘德明的壮勇事迹，在法国，张学良将军热情接见这位志士，书写了壮游二字相赠，还送给他一笔旅费。国画大师徐悲鸿有感于潘德明的坚毅卓绝精神，为他题写了丈夫壮志4个大字。可是在旧中国，多少体育健儿虽欲打破零分的国耻，只落得空洒血汗，热泪纵横，夙愿未尽，壮志难酬。茫茫我身中，心悠悠，思悠悠，一魂思生只为酬。中华自由，雄浑在，江河万古流。心悠悠。自由，雄浑在。
亲挚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诞生，带来了中国体育的春天。50年代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殷切期待着中华体育的崛起。民族的自豪感和零的突破感给人民体育事业注入强大的生命力，蓬勃开展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正是我们突破零的实力基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爱好体育活动的传统。这幅西藏大昭寺的古代壁画，生动地记载着唐代丰富多彩的体育竞赛内容。仅仅这部分古老的历史文物，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在人类体育史上的卓越贡献。体育家马约翰为中华体育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张文广教授曾参加1936年的奥运会，当时我们所有的体育比赛项目全部失败，唯有武术表演队震惊四座，使西方人瞠目结舌地说，中国人的功夫打到了奥林匹克。1952年，我体育总会致电国际奥委会，严正声明中国继续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荣高堂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52年，我们又去参加了奥运会。这一次，几乎没有参加什么比赛，因为在当时有两个中国这个斗争，我们去的晚了，去晚了，我们但是还是去了。那时候周总理指示我们，只要我们中国运动员到了场，奥运村升起我们的国旗，在运动场上面升起了我们中国的国旗，那就是胜利。这些年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运动项目上已经不是零了。新中国的诞生开创了打破零的新局面，为我国在国际体育比赛中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的是游泳选手归桥吴传玉，他在1953年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夺得金牌。1956年，陈景开第一次打破133公斤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1957年，戚立云打破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同年，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1958年，黄强辉以155公斤成绩打破67.5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世界纪录创造者，新中国的运动员已经开始在世界体坛上
起飞了。1959年7月，我国李淑慧、李桂珍、贺建华打破了女子日间1500米集体定点跳伞世界纪录。这是荣国团，这是1959年，21岁的荣国团在第25届乒乓球锦标赛中打败曾7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夺得我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冠军时的情景。当时外国人就惊呼，比荣国团获得世界冠军称号更使人担忧的是中国人的那种强大的冲击波。小小的乒乓球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从1959年到1983年，我国共参加了14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荣获男女各项多次冠军。第36届世乒赛中，我国囊括全部7项冠军，雄踞世界乒坛24年。荣获8次世界冠军的郭月华，世界女子单打冠军佟玲。中国人以事实的铁锤粉碎鸭蛋锦标的耻辱，排除万难努力攀登。1960年，我国第一次攀登世界最高峰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当我看到登山健儿挺进的身影时，想起一位青年诗人的诗句：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下跪，跪下去变零，站起来是一。中华儿女一次又一次突破零，一次又一次打破世界纪录。1963年2月，王金玉打破男子全能滑冰世界纪录，李淑兰11次打破世界纪录。1970年，倪志钦以2米29的成绩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1978年，栾菊杰成为第一个在世界健坛上取得名次的亚洲人。1984年，他在第23届世界杯国际女子花剑比赛中又夺得了冠军。轻盈而洁白的小小羽毛球承负着多少祖国荣誉的重量。男子羽毛球队员吸取1984年汤姆斯杯受挫的教训，再接再厉。中国女子羽毛球队技艺超群，为我国第一次捧得女子羽毛球最高荣誉的尤伯杯。在这胜利的时刻，怎能忘记侯家昌、汤先虎、王文教、陈玉娘等名将为开创我国羽毛球新局面而建立的功勋呢？邹振先是亚洲第一个突破17米大关的三级跳远运动员，廖文芬的跳远3次打破亚洲纪录。全力以赴，瞄准世界目标。1981年，乌兰英以194环的成绩打破飞碟双项世界纪录。聂卫平1979年夺得国际围棋赛金牌。
艳红，在1979年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夺得了中国第一个高低杠世界冠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不仅表达了我国运动员的急切心情，也反映了中国人民振兴中华的坚强意志和强烈的渴求。1982年，第6届世界杯体操赛中，我国李宁一人夺得男子7个项目的6项冠军，震动了体坛，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奇迹。在第9届亚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夺得61面金牌，成为亚洲体育强国，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突破。中国再也不是一败涂地的零了，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零了。截至1983年，我国已经获得118个世界冠军。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美国埃德文·摩西400米栏记录是47.1秒，斯坦芬妮·海汤娃60码低栏记录是7.36秒，伊芙琳·阿斯福德50码记录是5.74秒，汤姆·彼得兰诺夫的标枪记录是99.674米，比利·奥森室内撑杆跳高记录是5.79米。被誉为世界冠军中的冠军刘易斯，跳远是8.794米，100米短跑和4x100米接力赛也夺世界赛金牌。玛丽迪克获1500和3000米2块金牌。在差距面前，只有弱者才会畏缩不前，而我们更加精神焕发，自强不息。无声的磨练，远胜动听的宣言。炎黄子孙懂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实际意义。零，难道仅仅标志着失败，表示着空无的数字和概念？它何尝不是给予我们希望和不断突破的启迪呢？虽然叶佩素和叶莲英是我国女子田径7项全能的亚洲纪录创造者，但他们要达到奥运会的目标，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为了早日缩短我国游泳与世界水平的距离，我们将努力把握现在，展望未来。中国足球队2次不幸挫败。你们是年轻一代的足球运动员，一定要有志气，打出中国人的风格。我们中国踢足球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古就有。虽然中国足球队2次都出不了线，连亚洲都冲不出去，所以我们要争口气，打破零的局面。运动生命短暂，令人惋惜。荣智行虽不能为祖国驰骋绿茵场，但他把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身上。中国人需要扬眉吐气，
更需要败而不堕旗帜。中国人不甘心永远站在世界重大比赛的门口看着别人踢球。我国第一代女子足球队，董秋燕荣获优秀射手称号，外国记者夸她是中国的女罗西，小董回答我要做巾帼荣志型。我国第一代女子足球队才训练两年多就打败了有20多年训练历史的外国强队，这大爆冷门的信息怎不令人兴奋。从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中国女排的影子，不，女排精神不是已经同他们的血液畅流在一起了吗？我们相信中国姑娘的双脚不仅能够踢出亚洲，而且能够踏进世界。中国女篮教练杨伯庸，我国女子篮球队去年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最近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他叫孙景贤，40多岁了，领奖台上没有他，出国的行列里也看不到他的影子，而他呢，一心帮助女篮训练，任劳任怨。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老孙对她的帮助。女巨人陈月芳得益于老孙的言传身教。先手从学弟身高只有1米6，老孙耐心地帮助她，小从刻苦训练进步很快。秋晨以勇猛顽强、突破成功率高而著称。为了给女篮开拓通向胜利的路，多少人像老孙那样悄悄地甘当铺路石，共同汇流的汗水将会结出金色的果实。心中升起民族的豪情，眼前浮现中华儿女争雄夺标的形象。上海青年裘永强的心同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紧紧相连，他激动地在米粒大小的象牙上刻下国徽、国歌和国旗。祖国啊，您在我们的心中有着多么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呀！倾注着对民族和祖国深沉的爱，对我国运动员热切的期望，这微雕作品就叫做《祖国在我心中》。60多岁的杨轩婷挥动宝蘸墨汁打10几斤重的长锋大笔，他是曾经为李大钊烈士墓写碑文的著名书法家。
当我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的时候，他曾激动地写了一个魁字赠给女排的姑娘们。现在他在一丈二的宣纸上又愤然疾书。博表达他对中国体育健儿浓烈的感情和真挚的祝愿。博就是奋斗，博就是突破。中国女子垒球队的李念敏被称为旋风式的投球女皇。日本用投球测速机测得小李的球速为每秒28.6米，相当于11级台风。他还被评为世界垒坛四大神投手之一。离奥运会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中国跳水队在加紧训练，李翊花被誉为跳板明星。新秀李巧贤他是吕伟，曾在第9届亚运会上初露锋芒。李孔正15岁时就夺金牌，他3次参加亚运会都名列前茅，现在他又向新的水平突破了。童辉成功的秘诀是勇敢和坚毅，李红平被称为空中芭蕾王子。谭良德是世运会上的希望之星。上海姑娘石美琴把目光注视着新的征程。跳水队教练梁博希被誉为跳水皇后的陈潇霞又攀登着新的阶梯。面对着奥运会的严峻考验，唯有突破过去，才能有所创新。朋友，当艺术体操的美展现在你面前的瞬间，你可知道运动员为之付出的长久的痛苦和艰辛吗？王贤元的看来轻松的腾圈动作却深深地留下着磨练的印记。李卫红的抛接球的优美姿态连接的是汗水和对疲累的忍耐。
严厉不等于冷酷无情。眼泪不等于伤感，美是在艰苦中萌发。零的突破的艰苦责任，需要一代接一代的运动员来承担。平日笑容可掬、性格文静的吴佳妮，在赛场上却以令人惊心动魄的难度，协调娴熟的技巧和楚楚动人的姿态夺取金牌，使观众为之倾倒。名将马艳红和伙伴们一起刻苦训练，我国女子全能冠军广西姑娘陈永妍练习时一丝不苟。我国男子体操队在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打破了30年来由苏联垄断的局面，首次获得团体冠军。今天他们决心以最佳竞技状态去打开进军奥运会之门。27岁的李月九是双杠和自由体操世界金牌获得者，他始终保持着最佳精神，为祖国的荣誉而拼搏。身手不凡的新星许志强，在第21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夺得鞍马金牌的李小平，楼云，第2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双杠冠军。李宁知道，每当自己站在领奖台上，就意味着新的突破开始了。在同苏联队的比赛中，童飞最后一个出场关系着全局的命运，他发挥了高水平，为中国队战胜苏联队立下了战功。朋友，还记得在旧中国那讥笑中国运动员骨瘦如柴、双手只会拖零蛋的漫画吗？今天我们的双手一次又一次举起的是冠军的金杯。哇塞，吴树德自1978年以来6次打破青年世界纪录，2次刷新世界纪录。1983年9月以128公斤的成绩打破56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朱建华在新的高度面前思索着，小朱攻下2米26的堡垒，又奋起一跳冲过2米37大关。随着横杆在最高水平线上的上升，每一厘米的突破犹如越过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1983年，在第5届全运会上，小朱腾空越过2米38，这一人类从未跨越的高度，成为世界上跳得最高的人。欢呼、鲜花和荣誉已经成为过去，最精彩、最艰难的是下一步的升腾。
小朱从十岁开始就接受教练胡鸿飞的培训。为了祖国的荣誉，老胡费尽了心血，熬白了头发，额头增添了皱纹。今天胡教练更懂得小朱的突破意味着什么。紧张的集训之余，朱建华回到家里。20岁的世界冠军，在父母和亲人的眼里还是个孩子。小朱的童年喜欢蹦蹦跳跳，神往于挣脱地心引力的运动。现在他认识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多么美好，责任又是多么重大。当我们的镜头对准小朱的时候，他恳切地要求我们以后再拍吧。我理解小朱的心情，以后就是要等待向新的高度冲击的结果。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路在延伸着。我国第一个竞走世界冠军徐永久从不停止前进的脚步。徐永久在教练王奎的指导下严于律己，顽强训练。竞走作为田径项目起源于英国，至今已有117年历史。徐永久仅仅经过2年的训练，就填补了我国在世界田径大赛中没有金牌的空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突破女子10公里竞走45分30秒大关的人。小徐和伙伴们每天一走就是几十里，哪一个姑娘的脚不是踩出了血泡？哪一个姑娘不是经历过挫折的忧愁和胜利的欢悦？每天就是这样锻炼着。他是严红。锻炼双臂的有力摆动，一练就是几百次、几千次。奋斗者的热血融化了冰雪，进击者的脚步驱走了严寒。小徐同我国第9届亚运会的竞走冠军王春堂一起训练。正当我们制作影片的同时，传来了1984年5月我国女子竞走队在国际比赛中共打破女子5公里和10公里场地竞走2项世界纪录，创造了女子5公里竞走世界最好成绩的消息。严红成为世界上走得最快的姑娘。
全国人民无比关切中国女排进军奥运会的近况。当女排称雄排坛，两次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时，就成为世界竞争的众矢之的了。现在，中国女排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当孙晋芳、曹慧英、陈招娣、陈亚琼、杨曦等五员虎将隐退后，有人说中国女排是处在新老交替的换血期。被誉为天安门城墙的周小兰和伙伴们迎接着新的挑战。袁伟民和女排一起分析了别队的长处，注重新情况下的意志、心理、作风和技术等方面的训练。袁伟民用各种出人意料的险球来锻炼女排的速度和无畏的精神。现任队长张荣芳，新二传手杨曦兰，为了要起到灵魂的作用，他想的很多很多。副队长郎平是当今世界女排三大扣球手之一。从实战出发，严格训练女排临危不惧、转危为安的反击能力。用我们的血肉筑成天安门的城墙，铁榔头就是这样千锤百炼的练出来的。朋友，如果你问女排在奥运会能不能夺取冠军，希望和信心就在他们的手上。历史和现实清楚地告诉人们，同是炎黄子孙，热血满腔，可是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制度里，却有如此不同的命运和前途。朋友，记住旧中国零的痛史吧，而辉煌的新中华体育壮士从这里写起。半个世纪的艰辛，几代人的愿望和奋斗，终于迎来了从冲出亚洲到走向世界的重要的一步。朋友，正视这个零吧，
从零到编织胜利的花环是奋斗者的必然之路。中国人民迈向奥林匹克的每一步都是如此的艰辛和光荣。朋友，让我们做新时代的有志者、开拓者和创造者吧。